我是赖博，今天是2017年9月19号、29号，高雄站16:15，所拍摄的是318次次进有平均信号加一的 EN500 型 EN568 加上 EN565 加上 EN568 无介化2019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优化改造8辆二组区间车，耶！我等下我要搭这班回家，回新竹了，回家。318次次经由屏东县康永嘉义的 EN500 型 EN568 加上 EN565 无介化2019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优化改造8辆二组全车来了，耶！我要搭这班回家，回新左营了，耶！超开心的，耶！也彩绘8辆二组全车优化改造，八八，超开心的。因为百姓优化改造彩绘，因为百姓全车。2019台湾动员在屏东，因为568加上因为565。耶，来了，超开心的。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500型全车，优化改造8辆二组全车，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500型全车，超开心。有两张相片可以在很多的店买，方便。这是500型的那种，优化改造完的那种。才对号四座的。还有奶油丝网。先这样，拜拜。